大家好，我是罗喵，就是今天呢、啊，就是很高兴星光乐园的女神姬台，就是终于换成偶像时间的姬台，然后罗喵就决定来高雄的搜狗踩点，所以现在走到了就是目前姬台的位置，然后可恶，有人在玩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再录吧，因为刚刚就是有人在玩嘛，所以我就想说搭电梯离开，然后想过去隔壁的星光三月。对，听说星光三月有更新，于是我们就请问开灯吗？要等电梯？为什么要开这么贵东西？耶，电梯又没有了耶！我要玩电梯哦，不是，三楼。然后于是我们走出来了，然后。下着雨，因为是那个搜狗就在高雄的搜狗就在星光三月的隔壁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冲过去，对，就在隔壁而已，很近的，哈哈。然后后面真的是超大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就没有台风天啊，淋到雨了，很好，不要拍脚，哈哈。有人外国的帅哥经过了，哈哈，啊，进来了，这里就是星光三月。一样的脑子，要拍照，到底谁帮你拍照这种东西的？一样的电梯，干你啊！刚关门，不是这个样子，好像那边两边都没有开，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按个上。这边椅子可以休息，很不错。嗯，怎么忙就开了？想说，你不要关，你不要关。然后我终于进来了 ，B。然后这是八楼吗？哦，好，八楼。星光三月是八楼，然后搜狗是六楼，对。所以我觉得。不错，现在到了三楼，五楼，很棒，等到六八我就可以去玩偶像时间了，然后为什么我要拍这种什么影片呢？因为我突然想到，对，可以留下来纪念一下，这里就是星光三月目前的样子啦，很普通的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很普通，你竟然看到偶像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是按键坏掉啊！它是按键坏掉，你看它按一下红键会怎么样？没有反应，真的没有反应，什么东西呀？气死！好，不管，我要先去看偶像有没有换新卡。哈哈哈，这样说最好看得到。这里是 Friends 的第一代，这里是 Friends 的第二代，耶！终于更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新的目录吗？新的目录哎、欸，是新的目录！来，我要摊开，什么？新的目录！为什么我老爱记在上面？算了，新的目录吧。很不清楚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人家看得太清楚。没有啦，我只是随手拿，对，掉一下。然后新的机台是一样的样子，是真的故障一点，好讨厌，两边踩点都失败。那我们就拍一下四周围，很普通的。好，我要回去了，不是，我要回去了，是我要去搜狗，好可恶，我要跟那个屁孩抢机台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自己一个人抓机，我不喜欢跟人家抢机台，很麻烦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们不觉得吗？不然你们可能会看很久。耶，没有人。今天是怎样都没有人。哎呦，谁按一楼啊？干，好恐怖哦。没有看错。这里还有公车哦，很方便哦。然后再过去还有大圆柏，就是你可以一次踩三个点。只是因为大圆柏没有偶像的机台，高雄没有啊。然后前面是保养，还有捷运，对，很方便的。如果我来高雄玩的话，真的很方便。然后进来了，为什么我没有吹暖？好可恶哦！好，我进来了。这个电梯刚好停在一楼，好幸运。它开了。
好今天的电梯都没有了，是这样吗？我是绝对没有气质的那一种。好哦，我们就乖乖的等电梯吧。一个四楼，一个 B 1，然后就看着办。好多人带哦，好可爱哦，靠北往敷衍。我真的是要保持我龙亮的形象。我已经没有形象。咦，四楼、五楼、六楼，要不要给我八楼？要停下来。可恶，跑上去了，算了，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还要等多久？是有楼梯，可以下了。呀，我们不要站住。你好，这边跟旁边那边走过去，然后还有椅子吗？可是只有三个。耶、那个屁孩不见了。我是。是那种，为什么又是长这样？这是机台的那个吗？要来挑战久违的星光乐园机台啦！然后我就这样坐下来。然后这里就会有钱，等偶像等级跟。
好，不再讲了。那我要讲那个，这是个人卡，这是好友卡。嗯、对对对对，然后如果你想要跟朋友一起分享你的好友卡，就把这个传给你朋友。OK。还有记得多多用我，多多用我，多多用我，把这个 QR 扫那个接下来。然后我来拷。好。那我就把它切掉之后，它就变成这样子。就结束了。对，很无奈的结束。然后这里就有金，这一次你玩的时候得到的金币。然后他就是很强调就要推荐妇女过生日。对。